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轻松解魔方。那我们上次呢介绍过第一层的做法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教第二层。前面已经有几张照片告诉你们，这个动作是一，这个动作是四，一四一四，那这个动作是二五二五，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动作，这个是三六三六，这个动作为什么要教这个动作？因为大家会比较顺啊，因为接下来就是要背那个好那个密码了哈。那我们看这是七九七九，其实它就是一个过去一个回来的动作，那都是相反的动作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第二层的动作的时候，我们要先观察哈。其实第二层的话，第二层中间的十字它会一样，比如说这个绿色，这边红色，你可以看到哈。其实你只要对准其中一个的颜色，这个是绿色、橘色嘛，啊，绿色是不是在这边？那我们只要对准其中的一个颜色，很神奇的，它其他的都会对齐了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对齐的啊，你只要转过来，有没有发现这边绿色，这边橘色，再反过来这边蓝色，对面这边红色，它四个都会对齐，前后左右四个。那接下来我们第二层要做的就是这四个，我现在四只手指头压的这四个，就是这两个还有后面的这两个，这四个好，第二层。那我们要做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看哈，观察一下，你当你中间对齐了，对不对？你观察一下，这个是黄色，也就是说黄色一定在上面，那其他的黄色一定没有用。那时候好，各位观众看一下哈，当我们中间四个对齐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抓上面这一个，这个是橘色蓝色，要跑过来这边。那我这边一个橘色跟绿色，我要跑过来这边。好，那我这个橘色绿色要往左走，我必须要先往右转，往右转是九二的动作，所以我们要记得它的密码是29275653，所以你就跟着做齁，29275653，那你就会发现哦，这一个绿色橘色，刚刚我们说的绿色橘色它就下来了。那这边总共有四个，我们要继续找下一个， OK， 找到绿色红色齁，你看到上面齁，黄色这一个，那所有的黄色都没有用，所以绿色红色这一定有用。那我们先把它对齐，对齐，诶，你发现它也是一样要往左走，往左走就是先往右转，一样走29275657，再走一次29275653，有没有看到绿色红色这一个它就下来了，绿色红色好，还有两个我们再找，橘色跟蓝色，我们找找看。好，橘色在这边，我们对齐了。那橘色这个是要往右走，因为蓝色在这边要往右走，所以我们要走54512326。好，来54512，然后再来是3326。你有没有发现橘色蓝色下来了？橘色蓝色下来了。橘色蓝色，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我们再找找看哈。好，红色蓝色在这边，好，我们一看一下，好，先对齐一条线之后，蓝色要往右走，往右走，好，左往右的你就要走29275653，29275653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四次了哦，你看一下哦，其实它这边已经完成了第二层，第二层四个面哦，第二层通通都完成了。那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层的教学。